玉婷讲要寄迄个橄榄油来的，但那迄个玉婷。好、嗯。嗯。来。好，那么开始看了。像其他的大其他方向，到做其他的推演，因为到到三五六六到里头接受。国王原听以下不下，赐名师为观察，是自断来说明，要透过彻悟的智慧来思维观察。佛陀首先说戒律的真理，既达唯心，则随手动用无缘外界。既然你达有一切诸法都是唯心所造的道理的，那么又能够随着所观察的现象来动用我们的心念，我们要善用其心，不要被外面的境界所转掉。就是说你们遇到的外面境界东西，所以呢，本来好灵的细胞操练的，观察是如幻如化，如幻如化的，所以心也如如不动。遇到种种逆境，你当作是考验我们的道心，你不要被它考倒了。你也能如如不动的，那就太殊胜了。你现在是力学院的院长了啦，那个国军律师啊，嗯，现在台湾的第一所力学院出来。向内微观观照，来思维观察，就看见一切的现象，那身体原来只是我们这一世的变现。都是从第八识，而第八识的根源是我们心性的离体。好，我们今天谈到这边，好，来，谢谢，感恩阿弥陀佛。师父。